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12年了。5月20号，瑞邦瑞王站九点整，说白了是47，意思是哦。瑞王发车就明明夕阳，然后前往大客车。第二信号九，第二信号七，第二信号五，三节 DRC 原车超客车。九平夕阳，青龙超客车在瑞王站里面哦，47:44。哦，有了。12组，144辆，台湾高铁新列车，签约了，昨天签约，很新哎。所以之后就变这样了。对啊，长这么丑。好丑。很丑，那这个头也很。太丑了吧。比较好看了。之前那个不是比较好看吗？这遮旧的嘛。然后这个新。太丑了吧。然后鸭嘴头。不会，还要更有流线型，那就差不多这样。对啊，太丑了。看他说现有的更流线型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要等出来才知道。对啊。那这个美学真的是让人问号，让人非常的问号。所以你看，12组哎，真的是买12组。不是还说嘛？你买多我才会算你便宜，要不然物以稀为贵。还是说那个车好像有点重，人家说什么？害我以为现代感还是未来感？然后 no， 丑，是很丑。嗯，反正家有点怪怪的造型。10点段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有好料的。今天怎么都那么少？所以今天9点了。今天每一班车都9点。那你刚好帮我看了一下。嗯。你刚好帮我看了一下。第一页没。第二页了。第二页。我还是一试试。在瑞邦，瑞邦那是有好吧？对，你吃饭再见，拜拜。